女神林青霞虽然吸引多年，但是有关她的报道总能占据各大媒体头条。近日，英国明星经理人、有欧洲股神美誉的安东尼·波顿进军中国，踢到铁板，成绩不如预期，今年中决定明年四月二度收山，于是抛售三年前在香港购置的约61平豪宅，而买主正是58岁的林青霞。林青霞嫁给邢丽媛后定居香港，邢丽媛被形容是香港飞鹅山大业主，在该处拥有3间大宅。她和林青霞居住的飞鹅山道8号是在邢丽媛名下，其余2间则用海外注册公司名义买入。其中一间就是2011年送给林青霞价值23亿元台币的飞鹅山皇宫，但这3间豪宅看来都不在林青霞名下。如今女神不再拍戏，而是转战房地产，砸下9500万元港币购入豪宅，而此屋可能是她近年唯一用自己名字买下的物业，加上飞鹅山皇宫，可谓坐拥数亿万房产的富婆。但是对此，林青霞的助理 Karen 却回应称自己不清楚。